会碰不到。这样，我知道。没有，我刚本来想打三支九是我下车的，进七万是说。下啦。嗯，打破了点。你要让他得逞，没错。对啊，让你爽一下。看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跟你说声抱歉，对不起。我那个八字你早早就要打哦，不然被发现了。我走走走，来吧，交换交换。哎，有变色。干啥小了？哎，抱歉，自摸了。抱歉，好吧，无了，给你太好了。抱歉小。对啊，你给我一个账嘛。对啊，我刚刚给你，我原本就有听的。哦，好吧，抱歉，自摸了。庄家天虎。对的呀。哎，上次天虎也是这样子，也是换刚好这个。哦，我就懒得守啊。换完了吗？换完了。换完了。抱歉，只换一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换完了吗？对不起，只换一次。我自摸了。嗯，我想说给他好一点啊。对。直接先给一二三。开，哎，到29点。老师啊，对，这么大啊，对啊，因为懒得选的那个，没错，干超亏。我之前天赋的时候，他妈还在九台的时候，没错，心智上路，24台上路，给这里了。哎，我 key 一个三饼好不好？还是这个谁？大家有想要什么数字的？三饼跟二饼，他们刚刚一直讲二饼，一成显然是二饼啊。不是早就补 key 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早就补 key 了。他们想很久二饼，显然是最喜欢的是二饼。没错，我问一下大家想要什么？大家想要什么呢？我要上去投票，我要选二饼。这我这个牌里面有的我都可以。到根本记不得哪一个没开过。这没白色没有白皮啊，不要乱讲好不好？三饼好，三饼 ，OK。